英雄海诺上线的正式用双形态，大招可以时光倒流复活防御塔，甚至还有与朵朵的专属组合以时间战争，看起来是不是花里胡哨，但其实了解机制上手难度并不高。海诺的定位是一个法师，有点类似于李信，都拥有双形态。海诺的普攻也是双形态，远程普攻可以像射手一样远程平 A， 近战则是论技武器全方位的无死角攻击。海诺的一技能同样拥有双形态，远程状态下会向前抛出一根法杖造成法术伤害，命中敌人会额外造成一枚印记，这个印记可大有用处，不仅可以在下一次攻击时多增加一枚法杖，还附带追踪的效果。只要敌人在范围内被海诺标记到印记，就算躲进草丛也会被击中。并且海诺一技能法杖数量并没有限制，还是自带穿透的，也就是说呀，只要有足够多的目标，海诺可以发出无限枚攻击，还是自带拐弯追踪效果的。然后是近战模式，海诺会向前抛一个回旋刃，打出两段伤害，并附带 30% 的减速。同样的，击中敌人也会造成印记。一技能的近战击中印记可以恢复少量的生命值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不论哪个形态，只要技能击中印记，海诺的一技能就会减少 0.2 秒的资历，最多减少1秒。在后期 CC 拉满的情况下，如果印记全部命中，一技能只有1秒。海诺的二技能是转换形态使用的，如附近有敌人会进入近战状态，恢复少量的生命值，并提高一个等额的生命上限；如旁边没有敌人会进入远程状态，增加 40% 的移动速度，持续2秒。这个转换只有在面对英雄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切换，兵线以及野怪是触发不了的。其实海诺的二技能准确来说并不是按照附近敌人来判定，而是技能方向的指针，如不指向敌人，就算在身边使用技能也不会切换近战。最后就是大招可以时光回溯，海诺会在上一次使用二技能的位置标记一个点位，记录状态，开大就可以回到当时的位置以及状态，如果身边有防御塔将会回到5秒之前的水线，并且就算防御塔已经破碎也会回到5秒之前。在使用大招的期间内，海诺会获得 40% 减伤，并全程处于霸体状态。这个霸体比较特殊啊，不管是张良或者东皇都不可以打断，只能看着我们走，是不是感觉很离谱？没错，还有更离谱的，海诺大招可以配合朵朵的刷新来使用，造成一个时间静止的领域，在领域内只有海诺可以移动的攻击，其余敌人包括队友都属于实停的状态。不过使用条件也比较苛刻，需要海诺与朵朵都达到15级，索利亚给海诺刷新才可以触发新的技能，并且还要在5秒之内使用，如果时间过了，海诺大招就恢复到了从前。在搭配方面，可以毫无疑问的说，海诺的绝配就是朵莉亚，其次是一些软辅，瑶也是比较搭配的。给大家推荐两套海诺比较常用的连招啊，一套用来打爆发，另一套可以在开团前骗技能使用。其实海诺并不像其他英雄技能那么公式化，必须使用什么连招伤害才能到，海诺只要标记到印记就可以无脑拉扯，自动追踪，配合上二技能的位移就可以打出海诺 80% 的效果。说实话，在实战中除非被七连偷袭，海诺绝大多数都不会变换形态，所以大家只要盯着印记无脑戳就可以。关于出装铭文，大家可以先使用这两套，如果有条件可以搭配朵莉亚使用，但是玩法上也就是打野与中路罢了。之后我也会持续更新海诺 CP 的玩法呀，大家如果有好的套路也欢迎私信投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